突然很可爱的。大家好，我是越南强尼。想要体验越南传统古镇之美吗？想要一览经典服饰、奥黛旗袍吗？那就要来到巴布尔巴巴巴。那这个地方就是在大家最喜欢而且热闹的啤酒街这一条路上哦。那里面到底有多么棒的技术以及好看的小姐姐在等着我们呢 ？Let's go！ Follow me。大家自己慢慢看看，我刚刚被惊艳到。你好，多看几眼好了啦。大家上次说觉得她超漂亮的，那是。哎，你听得懂了？哇，大家可以说中文了。大家看一下，这是她的 menu， 哎，其实价格都还不错哦。一开始呢，她会给你这些，所以呢，你要选好项目，哪些不要做。然后呢，还有饮料，哎，那当然这个呢，我一定 go yes 啦。谢谢。哇，很棒哎。我收回想要一览那个经典旗袍服饰奥黛之美那句话，因为今天这个更美，眼睛真的不忍直视。大家看哈，摄影师自己看。哎、欸，这边的区域真的很美吧？你们看看。好。哎、欸，马格哦。马格。哎、欸，他会马格哎，那多照几个让他更马格。他超可爱的哦，一开始就一直很害羞，然后呢发抖。大家要多给他支持鼓励，给他勇气。有哦 ，You know anywhere can be that. Anywhere only. 他只会说我爱你。非常开呀。行的 ，OK。OK。嗯，好。他用的是那个海盐去角质的。所以呢，走很多路的朋友，这个哎真的可以好好帮你去一下，很舒服，真的。老丁 ，MV YouTube 吗？好。牛牛瑞。OK， 那怎么还这么慢格嘞？矮呀！他们哦，这边真的有东西可以喝、哦，然后它很高哎 ，N 高包妞，没烧吧？没烧吧？哇 ，model， 哇 ，N 高啊不 ，N 高莫担呢？莫担呢？嗯 ，OK， 你看 OK 哈、哦，好。这一间的隐秘性就是很够。你看，然后完全就是想要睡觉很舒服哎、欸。它刮得很仔细、哦。
怎么鬼呢？鬼呢？我们关也对吧？我们在叫他，就是因为他私下真的太爱笑，而且太爱说话了。然后呢，他刚刚刮胡子啊，哎，他不是只有刮胡子，他连下面这边都处理到。这边我真的很困扰，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几根毛这样子。哎，不错，真的。And then 垃圾。对了，包牛腿。买白腿。啥啥？哎呀，好开心不成功。嗯，买金。还买么？还买对。折折折。我妈妈包牛腩味。还两。OK 呀，妈妈 OK。他很可爱。giọng người Đài Loan nó sẽ bị dễ hơn một tí。这个大家要体验一下哦。就是有莫名的舒服感。啊，如果有人会痛的话，要跟他说一下哦。舒服吗？挺好，舒服舒服。大嫂 ，and 男 massage 这多。真好。好吧，嗯、好过人了。哇。然后男 massage 还男。嗯。哇，总共八男。是吧？哎，顶你过人了。哈哈哈哈这感觉很外向哎，太好聊了啦。M 星日来。M 星来金，汤男。啊。给妈呀！给爹。哎，我们今天是七号。Happy birthday to you. to you. 谢谢啊。哇，耶特娃。感恩感恩。不过说真的，他按摩真的有在认真，我喜欢。我说真的啊。N 星月，嗯，李南空，哥，大生意，哦，本来金的，金顶，金顶，金顶做金星月，多人，好 ，OK， 生日有工作之后，年年之后都有很多收入。你喜欢啊？我喜欢这个。嗯那才能让你鸡皮疙瘩一直起。痒。痒。嗯。但很爽。他要跟我去台湾了。你来乱空。哦，你来乱空。
Lee又来 Lee 微 film 啊 Lee 微 film OK 哎、欸、找到了很可爱他那么会聊哎、欸、那我的去台湾带越南去台湾这个主题又可以找到新的小姐姐我来看看她的签证怎么搞又要打人、嗯、哇打人这两人、嗯、打人首模缅南装备来 No 我这边南模好辛苦、哦、最近学越南语越学越多一定要认真练习口说大家跟我一样啊你本岛你本岛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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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本俄来龙灯盖狗，啥哦？这很大胆了。他剪指甲很棒哎，反正整体而言，我觉得他有专业度哦，利落，然后又会陪客人聊天哎，真的有一点心花怒放。感觉我们 cameraman 也觉得他很棒哎、欸，这个是认真在脚底按摩哎、欸，好舒服啊、喔！这就是我平常在做足浴的那种等级哎、欸。很少看到，辣妹洗头的小姐姐是把足浴做这么足的。
他的按摩是我连我自己都欲罢不能的，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会想要加快一点的，可是虽然他可能会很累，但是我一点都不想要加快。哇达，什么沙真哇达，很厉害。我去泰国啊，也有做足浴，去那个台湾也有，哎，真的就是那种专门店的感觉。好，别好，慢些拍啊。你看，我感觉得出来啊，太厉害了。哦，他认真，完成了，好嘞 ，good。又不小心快睡着，他的按摩是那种利落，然后你可以感觉出来他是行云流水的那种技术哦，哇！哥哥来了。舒服。
他突然很可爱的抓头皮也这么舒服，哇！这个如果有评分的话，应该每个都满分的吧？哦，会麻。好啦，那今天这个呢，又是强尼在888 Barbershop 的新体验，真的是很舒服，没有开玩笑，他技术超级好，行云流水的技术让你好像在天堂一样，我是说真的，真的，好吗？好，很重要，所以说三遍。那因为呢，我刚从台湾回来呢，然后呢，他又生日，所以呢，我身边刚好有一些伴手礼可以送给他。Happy birthday！ 谢谢啊。就是希望这种小小的贴心的举动能够让大家开心。因为常理人会觉得这些小姐姐其实工作都蛮辛苦的，所以呢，有时候有一点心疼。那大部分都是处于非常支持他们的状态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就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大家拜拜。拜拜。